王之成，下学期蔡宜家。好，这个奖项我们还是请胡科长哦。李正，敬礼。李毕。李正，敬礼。李毕。好，我们谢谢胡科长。成绩优异受苗栗县议会议长奖者，六年甲班王以平，六年乙班刘红军，幼儿园詹仁化、刘淑云。好，这个奖项我们邀请到杨公林杨议员。李正，敬礼。李毕。恭喜以上得奖同学。好，我们也谢谢杨议员。成绩优异受镇长奖者，六年甲班胡云轩，六年乙班何彦成，幼儿园詹浩恩、吴新言。好，这个奖项我们邀请到徐志龙立委秘书詹爱纯詹代表。李正，敬礼。李毕。
同学，成绩优异受立法委员奖者，六年甲班。洪州六年乙班易心璇，好，那我们请我们在里面颁奖奖。李正、敬礼、李立。李碧，可以拍照哦。好，谢谢院长。上一个是立法委员，成绩优异，受政代表会主席奖者，六年甲班周月婷，六年乙班徐之宇，幼儿园詹敏轩、林子杰。好，这个奖项我们还是邀请到我们爱存代表。李正、敬礼、李碧，李正、敬礼。李碧，欢迎拍照，欢迎家长拍照。好，谢谢爱存代表。正教育会奖学金者，六年甲班陈新。六年甲班李胜凯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没有，那个太紧张了太紧张了。NG， 重来一次重来一次重来一次。成绩优异受卓兰镇农会奖者，六年甲班李胜凯，六年乙班幼儿园张安佩。好，这个奖项我们请我们张志伟张校长，他一直跟我比手势，选我选我。李正、敬礼、李碧。
授卓安镇镇教育会奖学金者，六年甲班陈新，六年乙班谢恩琪。好，这个奖项我们邀请到黄校长。李正，敬礼，一臂。阿婆很开心哦，孙女终于毕业了。成绩优异，受卓兰镇体育会理事长奖者，六年甲班胡淑勋，六年乙班杨玉杰。好，这个奖项我们邀请到国汤主任。李正，敬礼，李碧。李正，敬礼，李碧。好，谢谢国汤主任。成绩优异，受校长奖者，六年甲班林玉峰、陈韵如、詹勋琪、廖明祥、谢宗桓。李正，敬礼，李碧。李正，敬礼，李碧。杨玉杰、何延山。李正，敬礼，李碧。李正，敬礼，李碧。
以上得奖同学。成绩优异受校长奖者，幼儿园詹瑞恒、朱允辰、詹乔宇、邱静涵、刘雨桐。李正、静妮、李碧。讲者六年甲班欧阳璇、张瑜莹、蔡宇杰；六年乙班宋俊伟、曾永祥、李明恩；幼儿园刘品瑞、陈若乔、张雨柔。李碧。请我们家长会的成员，那个胡志良副会长，好，各位妈妈，如果要入镜的话，一起入镜哦，口罩拿下来哦。同学，好，我们也谢谢家长会表现优异获选班级模范生者，六年甲班詹宏洲，六年乙班何延山。好，这个奖项我们邀请我们镇长李正、静妮、李碧。好，谢谢我们镇长。